呢，我们想要邀请，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文化局魏淑珍专门委员为我们上台致辞。委员请。各位嘉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刚才一来的时候啊，就看到那剩嘉宾云集，好多老师都在那个要走红毯那边哈。然后我想说，那就利用那个时间，可以先看看各位老师的大作。这一看啊，果然不得了，300多幅啊，哪有时间看得完呢？所以啊，这个档期呢，到9月1号，好，所以大家非常的可以大饱眼福。其实这次的作品，我想，两岸的作品里面，总共有将近200多人哦的学者也好，然后我们的创作者也好，都是非常的一时的名家。但我们其实从作品来看，其实可能是书画也有，油画也有，当然有部分的是部分的摄影。那我想其实每一个作品，其实当你细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动，就如这次的整个展览一样，其实真的是尘封精英交流展啊，每一幅都非常的令人惊喜，然后也都可以让你有不同的沉淀和喜悦。非常荣幸今天代表邱正生邱组长可以来参加这样的盛会，也祝福呢整个展览圆满成功，大家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谢谢张院长。